64门是跟你未来的工作有关。那我花这么多时间学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到底要干嘛？翻遍了各种职缺内容，却觉得工作需要的技能，我好像一个都不会。我的看法是，大部分的工作都用不到。我是在2018年毕业于台湾的清华大学，所以这一次的影片都是根据我大学四年的经验。每间大学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差异，不过大方向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参考价值。我大学修过的课，可以看出理论跟数学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而选修课跟必修的实作课程只占了34%。我稍微整理了一下，用我工作到目前的经验去判断，实际跟软体工程师工作内容有关的必修课有这8门，再把我自己选的选修课6门全部算进去好了，毕竟是我自己选的嘛，总共是14门，也就是说不算资工系以外的课。如果你未来想要成为软体工程师，所有29门的资工的课中，只有14门是跟你未来的工作有关的。那我花这么多时间学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到底要干嘛？相信很多大学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也是我刚毕业时心中很大的疑问。我大学毕业要找第一份工作时，翻遍了各种职缺内容，却觉得工作需要的技能，我好像一个都不会。我大学四年到底学了什么？当时我心中一直有这种想法。来到2022年，离我大学毕业过了4年，我觉得我开始慢慢体会到答案了。资工系培养的不是软体工程师。让我用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来举例。假设我今天要盖一栋101，那我会先需要有人去设计它的物理结构，去考虑怎么盖才坚固，怎么盖才可以抵抗地震等等。一切都需要计划好之后，才需要人力去根据前面的设计来实际把东西盖出来。我觉得软体工程师就好比实际去动手做的那些工人，而资工系课纲很大的一部分是教你如何成为那个设计物理构造的人，而不是教你成为盖东西的工人。这边我必须理清一点，这两个角色并不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也不是主管跟下属的关系，所以没有高低之分，只是负责的工作内容不同而已。要说主管是谁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接近工头的角色。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二分法，而是一个光谱，越右边就代表越偏重技术跟实作，而越左边就代表越偏重理论。看完这个比喻，我们再来看看真实的情况，你会发现资工系很多厉害的教授自己也并不一定会下去写程式，而是提供想法让下面的学生去实作，这就等于在光谱的最左边。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当你往越抽象越高阶的位置去走，你本身实际动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大部分软体工程师的工作都在偏向右边的位置，但是也有一些工作是要求对理论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就会在比较左边一点的位置。这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有些人喜欢研究创新理论，而有些人喜欢动手做，也有些人比较偏向中间，喜欢把抽象的理论拿来实际应用。回到原来的主题，当初我会觉得大学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做在工作都用不到。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的眼光太过狭窄，以为我毕业后就只有光谱右边这个选项，所以看不到那些东西的用途。另一方面是我当时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我以为大学应该教给我的是工程师应该具备的技术能力，而实际上资工系从来都不是要培养软体工程师，只是刚好资工系学的一部分东西跟软体工程师所需要的技能有所重叠而已。硬要说的话，资工系培养的应该是 computer scientist， 也就是电脑科学家。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解释大学想要教给你的是什么能力，接下来我们回来看原来的问题，大学学的东西到底用不用得到？前面我也说了，资工系的课里面只有50%是跟软体工程师的工作有关，那剩下的50%难道就没用了吗？在这边我的看法是，大部分的工作都用不到。大部分的工程师工作在刚刚说的光谱中比较偏向右边，主要的工作内容会是利用程式语言来实作出公司需要的软体。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成为一个一般大家所认知的软体工程师，那些比较高深的理论跟数学你大概是用不太到了。
但是有少部分的工作会对理论的理解有比较高的要求，例如你可能会需要有能力利用数学把问题来 formalize， 或是研发适合的演算法来实际应用的，这就比较在光谱的中间的位置。如果你想要成为这种角色，那理论跟数学就会派上用场了。这种工作的数量相对少很多，门槛也比较高，有些甚至会要求硕士甚至博士以上的学历。不过因为人才比较少，所以如果你能胜任这种工作，起薪也会比一般的工程师高。例如现在很多机器学习相关的工作都会属于这种。不过这也不代表往技术方面专精是比较差的选择，如果有很好的技术能力，还是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我觉得 90% 甚至 95% 的工作都是属于技术类型的，像是 Google、Facebook 等等大公司找的软体工程师也几乎都是这种，所以也不要觉得这种发展方向就一定比较差。总之，理论跟数学并不是没有用的，而是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听完前面的部分，大家应该都了解可以期待从大学的教育学到什么了吧？那花4年的时间读大学到底值不值得呢？老实说，我认为如果要成为软体工程师，读大学并不会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因为真的上太多没有必要的课了。挑一个好的转职课程，然后把软体开发会用到的理论部分都补齐，我觉得大概会是成为软体工程师最快的路径。即便如此，我觉得大学读资工系对我来说还是值得的。就像我当初觉得很多学的东西用不到，4年后的现在才慢慢领悟一样，很多当下没有直接用途的东西，或许都是时机到了才会浮现出来。况且很多人应该不是进入大学时就抱着想要成为软体工程师这样明确的目标吧，至少我不是。再加上大学4年的生活，除了学习资工相关的知识外，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读大学总体来说还是值得的。不管你是想往技术的方向走，还是想要应用更多的理论，以我的经验，单单只靠大学课程教的东西都是没办法达到 job ready 的状态。说来惭愧，我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状态。在业界会使用到的技术，就我熟悉的部分来说，前端后端的 library 还有资料库的应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你如果乖乖的把学校的课修完，你不会学到的东西。所以如果想要找工作的过程顺利一点，我非常建议在大学的期间还是要自学一些工作会用到的技能，甚至做出一些 project。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资源让你学习，要学技术的话，网络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文章， YouTube 跟 Udemy 也有很多影片课程。而要学理论的话， MIT 跟 Stanford 之类的全世界顶尖的学校的课程也都可以免费观看。因为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属于技术类型的软体工程师，现在在看的人我猜大部分也都是以软体工程师为目标。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人，我觉得大学所学的理论是已经完全够了，读研究所所学的东西价值不是很大。如果你只是想混个学历，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如果是现在的我，我会选择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如果觉得遇到了瓶颈，或是学历会有实质的帮助，我才会选择继续进修。而如果是想要以需要理论跟研究能力的工作为目标，那读硕士或是博士所学的知识才是比较有用的。虽然现在台湾的风气大多都是如果不确定就先读研究所再说吧，不过我的看法是，如果真的确定有这个需要再去读，如果还不是很确定，那先工作慢慢思考也无妨，等到自己真的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再去做决定就好了。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